有没有接受招待？是去厦门吗？是被招待了多少钱？行李箱、伴手礼、大包小包，刚落地就莫名其妙被带到北检月台。有些人太紧张，外套盖紧紧，连路都看不到。有多少人一起啊？这里。这16人都是陆配，涉嫌接受候选人招待。18号到22号今夏5天4夜之旅，来回走小三通，只要7800，后面附注落地接待，包含行政费、保险费，涉嫌违反选罢法。22号，检调从松基带回第一批团员，并约谈搜索同诉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何建华。当然被冤枉的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无缘无故的，只是我是统促党，这次代表统促党出来参选，所以呢。他们说我废选，我废选了谁啊？我好希望。56岁的何建华是湖南人，最早在深圳经营服饰业，嫁给台商丈夫后来台。脸书上除了和白狼的合照，也有不少是蓝营的政治人物。这次涉及贿选，他不断喊冤。只是姐妹们在这边很辛苦，让他们出去散散心而已啊。你付钱的吗？没有啊，他自己付钱啊。好。他们都是自己付钱进去玩的呀。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这个是叫政治迫害。虽然大喊政治迫害，但疑似在他手机查到除了旅游讯息，还标明政党票投给统促党的关键字。何建华讯后20万交保，但因密保无着，最后限制住居请回。三立新闻丁伟杰台北报道。